尤曦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我说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当了你的经纪人啊？这每天心脏都要接受暴击，我干脆直接住心外科得了。给我写诗，冷的话再抱紧一点。以后如果太晚的话就睡着吧。
尤曦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我说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什么？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当了你的经纪人啊？这每天心脏都要接受暴击，我干脆直接住心外科得了。谈个恋爱，至于吗？谈个恋爱吗？至于？你也不刷刷微博啊？你看看人家宋姐哥，现在人家信息要杀青了，这个宣传做的可是热火朝天的。你再看看你自己啊，你都被已经黑到热搜第一名了，你知道吗？你。于老师，黑上热搜不是很正常吗？齐超老师也上热搜了。超抄袭，私下和谈不成，威胁当事人。原创这条路真的很艰难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，我会坚持自己的初心。他们太欺负人了。这个抄袭犯怎么还倒打一耙，一转头就上微博卖惨啊？哗众取宠，不用理会。可是雁过留痕。他不承认，咱们就自己查，到底是谁泄露的 demo， 看他到时候怎么抵赖。发微博，听超哥，不许发，你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，咱们这个时候还是低调点吧。小木头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现在情势紧张。